美的电视空调提醒您，下一节更精彩。哎，抓紧！哇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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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单门冰箱一个，哇！哎，快，没有时间了。老婆，我爱你。哇哇！快点快！是在这个哇，在这个哪来的？哇，来了这么多明星啊！被把大奖搬回去、哎、啊！小鸟可以飞到起飞了、啊，飞起来！啊，加油！啊，抓住了！挑战节目《美的电冰空调》，巨龙大冲冠！首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一定是青春阳光活泼可爱老帅老帅的 KK。好吧，那我就是美貌与知性并存的王欢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很普通的唐夏。啊，我是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刘浩。哇！好热情，是不是？巨龙大冲冠，幸运来挑战。红楼楼又是一个寂寞的单身派对，怎么能参加？只有我会想去，不想打扮，不进而无所谓。只是我看到姑娘啊，不会一直朝着一直吹。哇哇，是 rap 哎，武汉版的 rap， 好棒哦！好，走了，三，好帅哦，出发 ，Go， 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好，徐丹加油！哇！三二一，出发 ！Let's go！ 好，苏欢加油！苏欢加油，快！不着急，欢欢喜喜闯赛道啊！好样的，三位帅哥都是来自武汉天鹅机场的地勤工作人员，现在正在赛跑的就是孙欢，半夜三点钟才到达长沙，今天对就马上来冲关，真的要谢谢我们所有的选手对我们节目的喜爱啊、哦、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希望你们在我们赛道玩得愉快。是的，当然我们也希望你们来了之后能够这个满载而归，对，把大奖搬回去、哎、啊，厉害了，顶着差一步。欢迎漂亮的彝族姑娘，哇哇塞，出那个 KK， 哇，是什么豆腐？麻婆豆腐。对，知道彝族在七月二十四号是这个火把节，是不是？火把节是不是？对，每年的那个一年一度的火把节。为了彝族姑娘，我拼了！走着，满不满意？非常满意，祝你好运！三二一，出发 ！Let's go！ 加油！哎呀，加油！快快快，速度快起来！快，没有时间了。很多选手在跨栏的时候，第一栏往往会摔跤，但是有经验的选手会快速的起身。欢迎来自江西的三剑客，智勇大冲关，重在大家参，挑战到长沙，拿奖我山。三二一，走！啊！哇！三剑客理所当然踢到三，三二一，出发 ！Let's go！ 来自江西的丁瑞，要拿出你的锐气来。好，跨过去，好 ，OK OK， 不用倒回来了。丁瑞，抓紧哦。好的，体力非常好，哇。哇，体力太好了吧？从江西过来，目的就是来到第三高。是的，实力非常强。这关靠的不是体力了，是平衡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关已经让无数的英雄啊。看来我们江西的这第一剑客，原来他的江湖人称铁掌水上漂。刚才看到丁瑞的表现，丁瑞是你哥哥是吧？你弟弟丁瑞、丁毅两兄弟啊。Let's go， 加油，丁毅。好，现在老大哥上场了，丁毅一马当先。好，漂亮，精彩两个跨栏动作，完成了第一关。对，所以男选手都有经
验了，要把手上的水擦干，因为我们这一关呢、不光要考验我们的臂力，只要过了这一关，你们奖品就到手了。只要过了这一关，一群，你的兄弟就是在这一关，离冰箱越来越近了，哇！第一辆就可以爬上去。好了，现在第一辆就可以获得美的单门冰箱一个哦。哇！上半身已经过来了，但是下半身又落在了水里。Let's go！ 这位江西朋友郭勋平，来，哇，天哪，第一跤摔得好厉害。哇，依然保持着剑客的造型。对对。郭勋平戴着这个眼罩，感觉非常非常像非常熟悉的忍者神龟。走到第二关，为了不要影响自己的视线啊！太黑了，干脆把眼罩摘了。好，抓紧。好，三剑客的面部都暴露了。三剑客的体力都很棒哎。对，不然不敢放松。三剑客的最后一剑客，兄弟希望都在你身上哦。是不是能冲得更远呢？开始，丁一是拿到了单门的冰箱，但是我们的郭勋平呢，现在是又一个铁掌水上漂，专门从美国来的，就穿这，哇塞，七，哇，只要过三关就可以拿走大奖。Let's go， 跑起来哇，不错，看来是认真研究了我们的比赛。加油，东东。哇，东东的表情很狰狞哦。抓紧呢、抓紧，虽然你的强项是游泳，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你在《智勇大冲关》里游泳，希望你能够冲过全关。加油，东东，加油，加油。弟弟好想帮忙，好想去比赛啊。抓紧抓紧啊，发挥他的强项游泳。哇，这两位是怎么回事啊？哇，头发我认出来了，好可爱啊。介绍一下这位非常幸福的人，是他们一周年的结婚纪念日。哇塞，主要是为了纪念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。哇，恭喜我们阿头木夫妻，只要过四关，洗衣机送给你了。出发。我传说这阿童木有10万马力，接下来看看我们的贴壁阿童木。这位选手有两张脸，前面一张，后面一张。哎，不错不错。阿童木加油了！阿童木啊，那像这个阿童木要有点减肥啊！这个阿童木要减肥，出发啦！好，我们的阿童木做好准备保护老婆。哎，陈婷，快起来，快站起来，快，快快快，老公在前面的关卡等着你。好，不错。对，双脚站稳，找一个平衡点站稳，没错。然后，对，两只脚往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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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。哇！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。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，老婆我爱你。哇！好，我们今天变一个预言的魔术，好给大家看一下哈，证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等一下呢，主持人所选到的牌将会出现在这里面。真的吗？准备好了，洗牌的时候在你喜欢的地方喊停。好，观众朋友记清楚这张牌了，把它拿出来。在动哎，在动哎！哇哇哇！掌声鼓励一下！哎，真的，看看我们的魔术师能不能操控我们的足球呢？估计不容易啊！你的主业是踢足球，副业是变魔术吧？出发！有本事把我们赛道变没了！哎，看看人家，快快快！你是第一个还回头看的人，他在看哪里可以变，你差一点又被送回来了。可爱的小新，请问这个眉毛是天生的吗？长得很无辜，长得很无辜。哎，哪有这样说自己孩子？这个词儿用的太有意思。很无辜哎。请问这个妆是我们的周妈妈画的吗？是的。智勇大冲关，冲关要小心。好。要小心。哇。
许很遗憾。一二三，冲！加油，小心妈妈，我们是要跨过去的。对，给小心妈妈一次黄牌警告啊！哎，稳住，好，周恋稳住，稳住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小心！哇，哇塞！真的冲关是要小心，那么有了小心的帮助呢，这个我们的妈妈也是冲到了第三关的面前。来，小心妈妈加油！加油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啊！她也是很小心的过第三关。三关过了。抓紧时间。还剩两关，你就能为自己的宝宝得到我们的美丽水平空调了。手不能扶地，身体要往右，手不能碰地，手不能碰地。小心妈妈一路上就违规跑到现在了，要前面有个弹床，看一下啊。抓住！哇，小心妈妈很勇敢。如果小心妈妈敢把儿子画成那样，胆子估计本来就不小。好了，现在你看到的就是来自中南文武学校的小朋友们他们的精彩表现。哇塞，哇，一开场就见识他们的真功夫了。没错，好像动物世界啊。请问这三位在做什么？这一位是鹰犬。鹰犬。鹰犬。这一位是蝎子犬。这个我知道，一定是蛤蟆功。啊，是的是的是的。好，我们的女教头出发了，三二一，出发。Let's go。 哇，小心。 好，这摔了不算什么，快，我们的女教头马云一身硬功夫。这位女教不好惹啊。啊，加油，准备冲。哇，周教练，你是不是可以一个跟斗翻过去啊？他跑得比我们的这个转速带还快哎。好，现在告诉大家呢，看看我们这个男女教头的 PK 赛当中，谁能够跑得更远，谁就可以获得我们第三关的奖品，就是美的单门冰箱一台。刚才非常可惜。哎，周教练，对不起，腿功很好，但是不能上横梁。周教练冷静。美的电子空调，皮景林，下节更精彩。哇！飞起来！啊！加油！哎呀妈呀，你也在自由大通关现场啊，你在哪个的呢？好，战神奇啊，这是美丽的小鸟啊，接给我。哇，哇，开始啊，现在这个哇，加油大新，哎，狮子来踢足球，又来了，小鸟可以飞到起飞了。好了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您现在收看的就是智勇大冲关的特别环节，单关 PK。 是的，这一关的 PK 呢，项目就是飞人攀岩。那么有两点不同，第一，我们的这个攀岩的难度是增加了很多。没错，第二点呢，我们的选手是经过精挑细选的。好，介绍一下他们，他们就是无敌金刚队，绝对无敌，一二三，加油，超级攀岩挑战巅峰，我们胜利的动作。哇，兄弟们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兄弟们能不能战胜他们？能。好了，两队是势均力敌，互不示弱啊。好，接下来就让我们实际的比赛来证明他们的信心。单关 PK 现在开始，加油，冲，飞起来。哎，他只用了两秒。好，今天晚上场的就是无敌金刚队的一号总选手，叫什么名字？李佳阳。告诉大家有没有信心落水？有。那么你有没有信心落水啊？加油，相信你可以的。哇，加油。哇，无敌金刚，真的是无敌金刚。哇，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发型最特别的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不紧张。啊，不紧张。我叫叶俊。哦，不紧张，加油。啊，不紧张是来干嘛的？不紧张是来跳水的。叶俊帅的帅，
摔得漂亮。三二一 ，Come on！ 加油吧！哇，他碰到了，他碰到了，真的。万鹏军他是一只手碰到了绳子，一只手直接抓到了墙壁。加油，我们在这等着你。好、哦，帅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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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他是攀岩队的，所以他攀起来很有技巧。这个动作多漂亮！好冲！哇，百米冲刺！抓紧！好！刘鹏不紧张，加油！刘鹏不紧张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不要放弃！加油！加油！大家大家还是团结！好了，我们现在呢，无敌金刚队暂时领先你们无敌攀岩队，我们稍稍落后啊，是的，二比一。接下来仍然是这个我们换场了呀，该你们先了。好吧，狡猾，没有问题吧？没有，加油，飞起来！啊，好远呐、啊！他们也有一个掉水的。现在我们要排除的是我们的队长，出发！加油！黄队长飞起来。好，那么现在一边只剩一位选手了。现在比分是二比一，我们暂时领先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哇，他又加油！观众给掌声！掌声！加油！加油！范儿相当足。飞起来！哇！啊，抓住了！哇！哇还有机会，单臂抓绳做一个。哇，你还有机会买造型啊，速度相当可以呀、啊、场上的比分打成了平手。Go！ 哇，孙悟空又来了，他抓到了，加油，上来，他不用，他只定一根，哇，人家好、哦、好，我们的孙悟空不要撒手，孙悟空哎，一定可以的，再来，加油！放手，两只手抓一根绳子，把左手放掉。哇！哇！非常神奇的方式上得了高台。他现在的成绩是三比二。哇！我们的无敌金刚队，无敌金刚队获得了绝对的胜利。每一位选手都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美的三门冰箱，送给你们。飞过来吧！飞过来，飞过来！哇！哇，两只美丽的小鸟，什么小鸟啊？它是麻雀，我是天使，它是麻雀。一个说是麻雀，另一个说你是乌鸦。既然是这样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一定要给一些我们的观众一些福利，我帮你们踢球好了。哎，四四，谭婉燕加油喽 ！Let's go！ 哇，谭婉燕今天也来了很多的亲友团。亲友团来打个招呼，不仔细看还以为这位女选手戴了个头盔，来介绍一下这位美丽的小鸟啊，最新战况，我们的美丽百灵鸟落水了。 Let's go！ 我们这位漂亮的姑娘，但是我很担心你这个翅膀怎么进得了这个关呢、啊、真的飞过去了，斜着身子进去，看看这造型太漂亮了，我告诉你，哇，这个翅膀会让啊，不错，哇，它过去了，来让我们看到这只美丽的小鸟飞出来，多么让人惊艳的一幕啊，画出来，这个翅膀该怎么对付，对，要侧着身子出来，哇，这些美丽的鸟们向你飞过来了，这是天使吗？一个长着花翅膀的天使。真的，你看它飞两个翅膀，而且这两个翅膀给它带来很好的平衡。哎呦，发现这两个翅膀，而且它长得好好看的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人体冰壶球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穿成这样也能过第三关哦！因为他是天使，好棒啊！向右，向右，身体向右，向右侧倾来压住。他不分左右啊，你在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手不着地。哇，感觉像个蝴蝶。来，小鸟，蝴蝶快跑！蝴蝶快飞到我们这上面来。来到了最后一关。一边转还一边在固定自己的翅膀，天哪，他自己都不敢相信，可以飞到顶了、啊、哇
落选了，仍然是一个华美的转身呢。队长，我们还是要恭喜我们的选手啊，恭喜我们的可爱的小鸟。奖品我们依然要为你送上我们的美的传动洗衣机一台，恭喜你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又迎来了三位奇人异事，来，哇，喷丝啊，好帅啊，蜘蛛侠，来这位，哎，这位看不出来，是蜡笔大星，蜡笔大星呐、啊，哎，那这个三个特别特别的人物组合在一起，有什么一个特别名称吗？我们是纳朱达，纳朱达组合是吧？哎，这个组合组在一起还蛮怪怪的啊，冲冠有没有信心？有，蜡笔大星要击球了。好，四关 ，Just go！ 哎呀，跨过去啊！阿凡达绝对能过来，是阿凡达会飞的。骑上你的大鸟。哇，阿凡达，你的尾巴掌握的平衡掌握的真好啊！跳起来！啊！你已经趴在了洗衣机上，又滑了下去。来，准备 ，Just go， 冲！选手们，快坚持住！好样的，好！我们所有的选手在挑战难关，同时也在挑战自己，加油！天哪，好，快加油，加油！好。蜘蛛侠，蜘蛛侠，库斯！哇，蜘蛛侠真的厉害啊！帅。蜘蛛侠过来了，现在只要撑杆跳这一下，全都洗衣机就是你们的了。他在想洗衣机有没有手，就是你这个问题让他直接把自己洗了。 Just go。 找到了地里的大星，现在是意气风发啊，顺利的过了一二关，接下来看看第三关的表现，加油大星！2010南非世界杯梦之队闪亮登场！啊，来了这么多明星啊！哇哦，好帅哦！为什么？哇！哇，跟 C 罗拥抱。你看，我跟卡卡是相当有缘分的。你跟卡卡怎么有缘？因为他是卡卡，我是 KK。让我们的明星梦幻二队摘下他们的面具，来到了他们的真面目。一、二、三，来，哇，原来长得是这样的。他们都是我们非常出名的设计师，而且我们说一下，我们非常高大、非常有气派的这个广电大楼，就是出自他们的手。冲冠，你们有信心吗？有。C 罗，来。来，准备。哇。一记低射，三二一，出发 ！Go！ C 罗的中文名我知道了，他叫赵天亮。哎，那是女生官。别搞错了，天亮，数据都掌握了，观察还没有掌握吗？那是女官。好了，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七号，来自葡萄牙队的 C 罗卡。哎，还没有介绍他，他叫赵天亮。天亮了，一个帅哥。好，恭喜 C 罗洗澡去了，下面梅西接下来出发了。Just go。梅西的中文名叫胡波，哎，看看啊，哇，不错不错。来，抓紧时间，你还有78秒的总和时间。看看我梦之队的梅西，胡波表现怎样？抓紧。尽管 KK 反反复复说是梅西啊。说了梅西嘛，要来洗的。但是你真的要洗了。三二一，走了！
镜帅哥叫李明峰，加油啊！好，哇哦，向一分跑去吗？一旦跑动的时候，就牵动万千少女的心。刚才我发现李明峰正在赛道上比赛的时候，现场有很多女生发出了尖叫声。好，李明峰过来了，加油！那么其实庞笑在这儿也是最喜欢卡卡的，李明峰加油！特别啊，李明峰，卡卡来闯关了，撑起来，撑起来，好，漂亮！现场好多。好多女 fans 都为你尖叫，看看，哎，李明峰注意前面有弹床，要在弹床的正中心把自己身体弹起来，跳，抓住，抓住，好，哇，哎，好遗憾，哎，加油，三二一，出发 ，Let's go， 哇，铁门呐，快，要牢牢守住。布冯，这位名叫李明，哎，也是位设计师，加油！上场有点滑，对，找一个好的位置，抓住。哎，球脱手了。大兔子，小兔爸爸，一对好朋友，快乐父子俩。哎，我很关心你们二位是父子吗？啊，前世是父子。前爸爸，你好吃亏，我跟你讲。啊、好，来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？潇洒。不要崇拜哥，潇洒哥是个传说。你呢？我叫神奇，这不是个传说，这是个神奇而已。也蛮神奇了。潇洒，又潇洒又神奇。哎，越过了这个山，蹦到了那个山。加油 ，Let's go。不错不错，哇，天哪，哇，一个杆都没碰倒，哎，速度又快，而且跑得又稳，真的是个神奇哥。但是这一关会挑战选手哦。天哪，哎，不能上，对不起，神奇哥。犯规了，下来下来，好。再神奇啊！哇，现在神奇哥哥已经不神奇了，他变成神奇哥哥了。Let's go， 冲，能不能冲全关不重要。重要的是要很潇洒，潇洒哥动作一定要潇洒，你看过一关爬一下，哇，快站起来爬一下，潇洒奔跑的潇洒，潇洒的奔跑，现在栅栏都撤除了，好，注意不要像孙琦那样犯规，他不犯规他就落水，现在潇洒哥潇洒的入水，他真的不负众望。那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智勇大冲关，大家看到的是飞天猪，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可爱啊？对啊，今天想跟我女朋友承诺我这辈子要照顾她。请问你女朋友特别喜欢猪是不是？我女朋友经常叫我猪头。哦，有这个原因。女朋友今天来了吗？女朋友来了没有？来了来了，在哪里？来哦，看到了，来来来，快来，女朋友，来来来，喜欢这头猪吗？感谢你一直在我失意快乐的时候一直在陪伴我，你也在默默的鼓励我支持我，谢谢你，我希望我让我来照顾你一辈子。你同意吗？女朋友哭了，哭了，这是多么幸福的泪珠。我今天会有两份礼物准备给我女朋友，还有礼物，是一份是不是？一份是神秘礼物，一份是我要拿空调。好，过去关，加加油！哇，天哪，稳住！哇，持久！天哪，我没有见，看看人家的表现，这么高，人杰，你抓紧。双手抓紧，很期待他的那份神秘，好，速度非常快，天哪，你男朋友是练什么的？慢点他是练什么的？哎，人杰是做哪个工作？现在做销售，他以前是体育特长生。哦，体育特长生是哪一个项目？他短跑比较厉害，还跳远吧。我觉得他很厉害，十项全能啊。那个他有点担心那个。对对对，担心啊！哇！
神秘礼物究竟是什么？我们马上揭晓。人杰说话。现在放交给我。哇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喂，您好，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火车站，你知道吗？我听你声音太好听了。你在哪嘎达呢？我现在过来找你行吗？我现在就在智勇大冲关的现场呢。哎呀妈呀，你也在智勇大冲关现场啊？你在哪嘎达呢？我看到你了。我来了。我问一下，刚才是哪位接的电话呢？是我。哇，哎，刚才声音好美哦。我特别想今天你们到现场，我想听一听，比如接电话的时候，您好，您拨的用户是空号，就那种声音，可以给我们情景再现一下吗？您好，很抱歉，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停机，谢谢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电话现在正在通话中，请您稍后再拨，因为他正在参加智勇大冲关。您好，您拨的手机号码用户已经把手机落到水里了。KK 最近脚法不错，听不到的话就没门了。你们是114，他只能听到四。三二一，出发！快点哦。舒静，快起来，快出去，没有时间的，快快快！对，这时候顾不上这个风度了，必须往前冲，好勇敢，好勇敢。现在你看到的就是114号码百事通的接线美女，平常是在这个哇冲的好勇敢，是三二一出发。Let's go！一个个都是那么雷球啊，快起来快起来，不要跑反了。好样的雷球，哇塞，这就是我们在114里听到那么温柔的女生吗？一个个都像这个霹雳女娇娃。来，请就两脚踏上圆筒，双脚，对，双脚，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，稳住稳住，好棒。好样的，我们114美女，强强加油，来加油，还不忘了向支持他的观众招招手。不要犹豫了，大胆的往前走。我觉得今天我们所有的观众有眼福了，因为平常生活当中呢，我们总是在电话里，对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，听到那么甜美的声音，但今天在这种大冲关的赛道上，就可以看到这些美女们她们冲关的样子，非常棒。抓紧时间，灵活，记住身体要向右倾斜，加油了，冲过四关可以获得奖品了。 手不要落地，手扶地，向右，手不要触地，向右，向右，哎，他卡进去卡回来了。这时候你说给他打个手不能扶地，怎么回答你啊？哎，喂，你好，手不能扶地，喂，有人犯规了，不好意思，您拨打电话正卡在赛道上。已经犯规了，你已经犯规了，但是你还想尝试一下这关吗？好，来试一下啊！勇敢的女孩，好，尝试一下。再往后推，你到池子里了。可以的，来，加油！对，啊，哇，非常漂亮的跳水姿势啊！直接往水里面跳了。来，三二一，出发 ！Let's go！ 我们跨起来，小燕子，跨起来，跨起来，好。你可以的，好的，稳住稳住，稳一点，哇，小燕子想洗澡了。现在你看到的就是历届全国龙狮赛北狮冠军，尤其是2009年第四届世界龙狮锦标赛北狮冠军，欢迎他们，欢迎欢迎，连狮子都来挑战了，五十哇，啊啊，连狮子来踢足球，哇哦！哎呀，还用他的蹄子碰了碰球，好像一只真的狮子在玩球一样。好像，看准目标，加油！啊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来球！欢迎两位，哇，欢迎欢迎，狮头狮尾，你就是球吧？三二一，出发！好。这位选手呢，直接没有助跑就直接过去了。来，哇，好快的速度！天哪，看来我们今天奖品又有危险了。感觉
对，这一关啊，难倒了很多高手。对，看看他能不能够不要停留太久，闯关成功。非常稳哎。哎，不错哎。哇，很厉害，加油！哦，又是一阵欢呼声。前面是一个弹簧。奖品在等着你呢。快点！哇，脱手了。真的像一只狮子一样的轻轻一跃，做好准备，三二一，出发 ！Let's go！ 哇，攻击力、破坏力好大！我们北狮队的三位队员在我们的赛道上，哇，刮起了一股旋风。没错，每个人都实力非凡。对，而且速度很快，现在还剩66秒。哎，那么本来这个尾部就是保持平衡的，相信我们这个狮尾呢，在这个平衡木上绝对会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哇，帅，真的漂亮。这一关之前让很多的高手落马，结果他们倒就比较轻松的过去了。能者不护，不难啊，会者不难，难者不会啊。好的，同样也是这一关，在这儿我们告诉狮尾，蹦床的中间的弹力是最大的，要踩中。好，好，抓住了。有戏，他的手臂非常有力量，加油，奖品在等着你了。哇，好，快来，快，恭喜，25秒，恭喜你，现在闯到了我们的第五关。但是我们想问问我们的狮尾，接下来我们的博弈关有没有兴趣继续挑战？有，选择哪一个？想清楚。酋长飞，他是来拿套餐的，加油。Let's go！ 哇！过了！天哪，他真的是踩过狮球呢！恭喜你！好，咱们呢，接下来这个胜利的奖赏展示一下。哇，我们的家电套餐、空调、冰箱、洗衣机全都有了耶！开心吗？开心！恭喜！恭喜恭喜马彦威！是的，我们狮头收到鼓励了。对，彪哥做好准备，出发啦！ Go！ 我很期待他在博弈关的表现啊！好，周围我晃了一下，抓紧呢！是啊，没有吧？不是吧？狮头落水，都怪我。想来参加我们的挑战吗？想向我们展示你的运动天赋吗？赶快记住我们报名电话0731-8281-0800和8281-0900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报名地点，就是湖南长沙皇冠假日酒店的生日啤酒吗？又或者呢，直接登录清音网来进行网路报名。还有很方便的方式 ，QQ 号，记住我们 QQ 号是8000-51000，也可以进行报名和互动。是的，我们要感谢美的变频空调给我们提供这么棒的奖品，也要感谢西边运动装备给我们提供好看的衣服。好的，记住每周礼拜一到礼拜四的晚上7:30，我们的智勇大冲关，咱们不见不散。智勇大冲关，幸运来挑战。把他在转的时候找方向哦，站稳喽，站稳喽，再往前走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哎，压住右边，